雪芙。运动对我来说的意义是要维持身体健康。近期的新菜单是 DGI 的健康便当，它的米饭是那种紫米饭，有鸡肉的，然后还有一些绿花野菜。我一天至少要喝到2500到3500的水量，水里面的话我会加柠檬片，帮助新陈代谢。不同的地方是会想开很多事情，然后感觉人生走到了一个阶段，然后往下一个阶段去。这个阶段反而要更注重在富足心灵还有健康这块。